那么随着疫情防控要求不断升级，不少市民的购物方式也从线下转成了线上，特别是一些生活物资通过手机下单短时间配送，既方便又安全。而企业面对增长的订单，货品供应配送压力也随之而来。那么企业都是如何应对的呢？我们接着来看。从上午6:45开始，位于台商总部大楼的瀑布仓库就开启忙碌模式，订单一张接一张。配货的工作人员负责配送的普普骑手，几乎每人都是连轴转。配货打包，一袋商品刚被送上取货架，骑手立刻取货，转身骑上电动车出门送货。近一周来，随着疫情防控要求不断升级，出门的人少了，网购的人多了，线上订单数量成倍增长。其中蔬菜、水果、肉类以及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最紧俏。对此，仓库增加补货频次，24小时不间断上货，满足用户的订购需求。人员调配方面，普普超市也鼓励员工多出勤、多上班。工作人员表示，目前普普超市的供货量充足，市民不需要过量囤积民生物资。不过，由于配送人员紧缺，加上部分路段地区有管控限制，配送时间会有所延长，大家可以提前下单或者错峰下单。同时呢，也提醒市民，因为现在都是无接触配送，在收到我们的这个电话以后呢，能够尽快的去这个配送点提取商品，保证我们的这个食品质量安全。与普普超市一样，原初食品门店的线上订单量也在持续增长。全市的原初食品门店一天的线上订单量近20000单。除了生鲜蔬菜等商品热销外，快手菜、速冻食品也备受欢迎。目前像生鲜类的菜、肉、蛋、奶这些，相比平常已经翻了2倍啊。疫情到昨天已经供应了将近2000吨啊，然后冷冻食品呢是翻了将近3倍，然后供应量将近200吨啊，米面粮油这一类的啊翻的会更多一点啊，3到4倍啊，将近1000吨。目前原初食品也将原本一天一次的补货频率增加到1天2次，确保供应充足。记者谢从斌、林玉龙报道。